你听说最近有一个女艺人特别火吗？女艺人？她最近有一些演技片段特别特别火，你来评评。这也配？为什么要选一个黄色的？不用。就很多网友都在问说，你演就是你们演这段的时候笑没笑场？没有，我还好，两个人笑笑好吧。这场，有人那个什么动一动。你站在张一成的角度评价一下这个女艺人。这个女艺人有点娇羞。跟你比呢？跟我比，我跟娇羞沾边吗？那如果是江毅的话，怎么评价？长得非常眼熟，非常像我认识的一位女明星，姓梁。那你能不能以一个余生生的角度去评价她，替她解释一些什么？不用解释，哥哥就是最棒的。别走开！演核桃的那个地方。你是有什么启发吗？就是那个生无可恋的那个笑。我脑海里想的时候，我觉得可能这样会比较出来好玩一点，不太像那种正常的反应，就是要做一些比较夸张的，因为本来梗就比较夸张，所以要更加夸张一点，大家可能看到会觉得比较好玩。所以大家就拿那个做表情包，就是你有为核桃拼过命吗？就是配你的那个生无可恋的笑容。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拿去用吧。只是你们在我的微博底下评不了图。拜拜。